让我上。OK， 就是来说，今天原本我们也希望可以完成这个这里的事情，但是真的是蛮痛的，所以但是慢慢出来的效果，我觉得其实好像有个期待的希望，就是在想，很想把它完成出来的。所以现在虽然还没完成，但是我已经觉得很喜欢我的手，很喜欢吴师傅，很喜欢这一次的作品，所以我觉得很开心。我这一次来的，我神夜神之前，我觉得是没有错的。谢谢你，吴师傅。